著名品牌 LV 日前在香港舉行時裝 show， 有份出席的韓國男神宋仲基事後在社交網站只是分享了兩張合照，一張是和 LV 創意總監的合影，另一張就是和影帝周潤發。有不少網民都表示，原來宋仲基都喜歡發哥啊，亦都有人指出一早就發現宋仲基是發哥的粉絲。在今年的10月，周潤發獲釜山國際電影節頒發亞洲電影人獎，當時發哥經過宋仲基身邊，宋仲基仲特意起身示好。